会伤及脏腑，药已敷好，三月内莫剧烈活动，待筋骨愈合便可无恙。哦，好好，等他醒来就嘱咐他。多谢各位，长春里有张敖与阿娟，真乃乡民之福也。莫要客气，平日里依赖各位守卫乡里，帮这点忙是应当的。哦，我还要跟随两位兄长去后山采药，先告辞了。好，后山险峻，豺狼颇多，一路小心。
味甘而重，补血；又其气清而辛，可行血，温疟寒热，金疮疮疡皆可用之。漏芦，味苦咸寒，可治恶疮、肤热、拘滞、湿痹。久服，轻身益气，耳目聪明，不老延年。甘草，味甘平，可坚筋骨、长肌肉，金疮解毒。阿娟学识甚广，实在令人敬佩。我自是不似温婉女了，不习书礼，又出入山野，伐木采药。南兄，南兄，我莫非真是凶猛悍妇？商傲是一时笑语，阿娟妹子玲珑娟秀，谁人不爱？正是正是，况旧伤治病，活人性命，是大德之举。如张傲德行传播乡里，众人素来敬爱有加，又有谁敢于取笑啊？我平日随张傲行医看病，轻者他胸口腹痛，不乏折磨；重者则病入膏肓，身如朽木，只待一死。目之所见，皆脸生俱死之容；耳之所闻，俱哀痛流涕之声。两位兄长不知，每见有病者寻医，我心中是何等痛苦。蝼蚁尚且贪生，人又情何以堪？阿娟正值青春年华，所见所闻者，却俱是挣扎苦痛、生病死亡。我等自是少年勇武，平时争勇逞强，总有不慎之事，真不知阿娟该是何等担忧。大兄等人虽然不说，也该关心得紧。今日方知少年成勇，竟令亲者担忧至此，为兄确实惭愧。我知两位兄长习武并非意气斗狠，是为护佑乡邻。阿娟心心念念，只盼平安。啊，那处便是甘草。这便是当归了，两位兄长稍后。山谷阴处较之阳坡果然不同，此地人迹罕至，高草杂生，我等当多加小心。Thank you.
这么多，应当足够了吧？ 阿娟，兰弟，可有受伤？阿娟无事，多亏两位兄长在。区区野狼，自然难不到我。兰弟可莫说大话。
狼群凶恶，千万疏忽不得。谨遵兄长教诲。等等，那是蓝电阿娟速去，我来拖住他。云松小心，快逃！兄长，我来助你。不可，速去！恩公且留步。多谢恩公救我等一命，敢问恩公姓名。小娃娃莫行险地，早些归家吧。我乃路过之人，不必问我姓名。这云兄，我先为你治伤。这条小路我认得，可直通山顶神祠。山神祠已荒置多年，并无人烟，那老丈方才枪出如龙，定非无名之辈，
去荒祠何为？我见老丈方才言语间发生迂缓，似是胸中气血不顺，患有伤病在身。莫非老丈在祠中养伤？若是如此，我等且沿那枪下血迹跟去，若能寻得老丈，或可帮助一二，以报救命之恩。走吧，上山去寻一寻。
七个娃娃，尔等命不好，可莫怪我。给我上，宰了他们。交出来！Thank you.
小匹夫，今日便是二之死期。就凭尔等！糟了，恩公有难，快去相助！走，告知汝等莫行险地，为何复行至此？恩公救命之恩尚未有所报答，又担忧恩公有伤在身，于是跟随至此。既如此，我救汝等一命，汝等方才也助我一次，两不相欠，速去吧，莫要再来打扰。是真，还有此处伤口也需清理治疗。若那几人去而复返，恩公新伤旧伤俱在，如之奈何？我等既见之，断无无事之理。也罢。敢问恩公，方才那些人是？不关尔等事，莫要多问。山下有一水潭，有劳两位兄长将此木头拿去清洗一番，再盛些清水回来。取水小事，我一人便可。
兰弟就留于此处，看顾阿娟员工。这些应该足够了，带回去给阿娟吧。你三人是哪家枪女娃娃？是何姓名？山中多猛兽，又因何上山？我三人却是山脚下长春里人家，晚辈赵云，这是我妹妹樊娟，此乃我挚友夏侯兰。此番也正因乡里药材匮乏，故上山采药。恩公枪法如神，小子敢问恩公姓名。你我已是两亲，不必再称恩公。老夫同渊，字雄父。莫非人称蓬莱枪神者乎？世人好慕虚名，无需再提。蓬莱枪神散人，此名号我也曾听闻。传闻此人不慕功名，不入幻帐，常置身于北地行侠击胡，枪术一途，天下无出其右者。来日普渡凶险，若能得恩公指点，山贼匪盗又有何惧？老前辈，晚辈斗胆，请老前辈指点一二。请老前辈指点。小子不行耕田劳作，不似读书用事，只待于枪剑刀斧之下，兵者凶威，一朝命丧，悔之无及。老前辈，我等习武只为护卫乡里，乡里左近多匪盗，官府无能不能强制，我等无可依靠，所能施展为己身而已，若能护得乡里周全，虽死无憾。岂不文太师公有言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亦也。死国事，死天下事，可谓重于泰山者。此乡间贼盗械斗，既不能全国家生养之恩，亦不能绝匪患祸乱之源，便可谓轻于鸿毛。若汝等少年之辈真欲保全乡里，便该留全有用之身，以图上进。他日若得匡扶天下，或跻身台府之臣，或出任一方牧首，施行善政，与民生息，届时河清海晏，百姓安乐，我都如之乡里，天下匪患自绝，上可安黎庶，下可报父母，岂不胜于与贼偕亡？女娃行医治病，当知求死易，求活却难，此后非不得不为之时，莫再轻言父子，慎思之。夫，你不再收徒。天色将晚，你等下山去吧。是，晚辈谨受教诲，且先告辞，他日再来看望前辈。
Yeah.